来，对于来说，summer，请你第一题。因为它对台南人，对台南人来说，早餐非常重要。台南人他们觉得就是不得不吃早餐，所以对台南人来说，台南噶努力着来表演，台南努力着表演一波，所以对什么的对我来说，妈的表演一，对他来说都得表演一，对妈妈来说，没对表演一，所以把大变了，我能共享起来怎么样？所以对台南人来说，台南人噶努力的表演一早上非常重要，breakfast 噶也过一级吧，对的，请一起来第二题。最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来说，故宫博物院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地方。公共博物馆了，院什么活？来，对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来说，得有一点文化古，你得得留着那表露喜迎。故宫博物院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地方，值得是太等呢？值得不值得？你不值得，你太没太等，你值得不知道？还有比较重的话，你值得吗？你等路了，所以这个值得你要记得哈。我们的孩子很生气的时候，你让阿西的男人等路啦，是不是喊你吗？你值得吗？你要等路啦，反正刚离的过分手的人离开了哈，还是他有另外女朋友，哎，我边没有来看病吧？你也可以跟他说，你值得吗？你等路啦，是不是喊你？那比较很重的话，所以你们就是说，还在我们年轻的人比较不喜欢逛，就是说。故宫博物院不喜欢，因为你们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中国文化。如果呢，对喜欢中国文化的人来说，故宫博物院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地方，多少比较参观目，但那里啊都酷片。如果是我很喜欢中国文化，我果然连啥人比啥意呀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是我们去觉得，哎，故宫博物院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地方，就是台南马戏啊。来，然后说第三题，学生去。请告诉今天请假，很愿意来第三题。一件羊毛外套8000块钱，对我来说太贵了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们也可以放后面什么事情？一件事情，一件羊毛外套，的动物应急哦，外套女的，而且8000块钱是淘这个，对我来说，我的表演呢太贵了。所以前面事情你要先讲出来，后面觉得哎，你的表演呢最激烈不？第四题，请那个海兰。对日本人来说，写汉字不难。对日本人来说，写汉字不能，为什么？他们有看机嘛？这边有的老师要学看机，所以看机跟汉字是一样的。所以对日本人来说，写汉字是不能，可不的。来，第五题，请接海兰。对中国人来说，春节，前五，端午节，端午节。中秋节是一家人延续的日子。团聚的，所以对中国人来说，丢了没有一个啦，比如爱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都是很重要，因为那个日子都是对他们来说团聚的日子，没打住他们就啥也不会撇的。来，我们对来说，先考虑一下1分钟，2分钟好了，先参考一下，2分钟，exercise 练习作业。老师，我那没政府的转转好了，老师。没有卷嘛？转这为什么卷？哦，转团转。聚，喝乌安团，团聚，喝乌安团，二声团，团聚。如何把教育？比如说，我就穿个棉两件。对啊，你要不老是随便。开心。自己在做什么？这些话，我们都知道吧？有啊，我知道。
有吗？对吧？有的时候是外面有人，有人，你懂吗？好了。好，下面填第一题。这款机身的中文说明你，你都看得懂吗？我是外国人，对我来说有一点难，但是我看得懂。好，提款机上的 ATM 设备嘛，些中文说明，电路线比较高的，你都看得懂吗？你阿龙哥拍的喇叭，哪里喇叭？我是外国人，刚刚能听到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什么？刚刚学的时候，我是外国人，对我来说有一点难，但是我看得懂哈，就是懂了呀。来，第二题，看听的人。你父母为什么要留在乡下，不搬到大城市来呢？他们不喜欢大城市，对老人家来说，大城市是一个热闹的地方。好，来，看上哪一第三题？最近不太好，找工作会不会比较难？我是学电脑的，对我来说，找到工作不会那么难。找工作不会那么找到工作。难。来，星星第四题。你要跟星星月关联系，为什么阿爷，还阿爷，要阿爷，阿爷，事业？什么事业？不是事业哦，企业，企业，企业，三星，企业。业哦，你念的是企业管理系，为什么还要学习外语？还要学外语呢？我喜欢学外语，对我来说，学外语是让我很开心。啊、哦，那企业管理是 business management 名家哦，business management，business management 我们说企业管理，企业管理是 business management。结束的接第五题。现在日本最重视的是什么？对日本来说，世界经济不太好，发展经济是最重要的。哦，对日本来说，这边这个拉表呀，所以这个其实很简单的。来，学生自己的来造句一下，目上为什么对来说？对我来说，自己的东西一定要很爱惜，很爱惜的。对我来说。自己的东西自己应该要很爱惜，应该要爱惜，因为应该都比应该 bless for one，应该要爱惜，怎么他的呢？啊，Nancy 自己的。对缅甸人来说，缅甸是世界上最有人情味的国家之一。OK，好，来这个对讲座，我上面有我以前有讲过了，讲座不讲座是什么意思？吃东西讲座哦，吃东什么事情你是讲座的人啊，很敏感的意思。来第一题，学生，哪意思啊？铃木先生。铃木先生，你想到台南玩地区建模讲座？铃木先生没想到，铃木先生说是铃木先生么喏，没听他那个台南人对吃这么讲究，因为是阿三那不得比二老提讲究啊不，因为台南人就是说他们一定要吃他们台南的东西，台南的早餐，因为台南人比较
他们是比较古老的人，啊，所以他们对吃早餐或是吃对吃东西很讲究。来，请 Summer 第二题。高先生对住的环境非常讲究，不但要离车站近，附近还要有公园。所以他这样做，张大，你看一下什么东西这样做？他住的地方附近要有车站，还要有公园哦。所以李先生对住的环境非常讲究，你要他要那不得比人讲究嘞？比如什么东西讲究？不但要离车站近，车站的人你也没，附近还要有公园。你哪买嘞？白城市也没，不是随便买房子的人。来第三题，Richard B，网路好了吗？好嘞，老师。啊！小站对其他都是不怎么讲究，常常见面包或是超市的食物，超市。那个是什么？超市的，的东西咯，我们有教过的。素食啊。No，不是哦，的东西你要知道，这个的东西很简单的字。素食对素了素呗，素食哈、哦、素食，那个素食是老师把的说啊，点啥啥啥，啊面边他俩啥啥的素食，素就是快速的素就是快速，你要快速的面那素，所以食就是食物的食，所以素食的意思是说啊面啥啥啥是啊点啥啥啥的喏。啊，点啥啥？比方说，老师，啊，马思颖老师哈，那个什么，商店里嘛，要那啥啥，就是要啊面啦、啊，就是说，凉面啊，冷凉面咯哈，就烤出来一路，还有什么，就是素食有那种是老师素食，素就是快速的素食，就是食物的食。所以，如果是我很讲究，我不会吃那个买超商的那个素食，因为我不喜欢吃。所以小珍对吃东西不怎么讲究，说二道题没有那么讲究的人，常常吃面包，包括康康啥的，或是啊超商的，你是妈妈给的素食啊面啥啥啥的啊点啥啥啥的哦，或是面啥啥啥这种翻译啥的。来第四题，请我来。李小姐对衣服的品质很讲究，总是买有名的牌子的。牌子 brand，李小姐对衣服的品质很讲究，NG 我也看嘛，NG 也过了今天不得比很讲究，一定要是什么 brand 品啊没，把 brand 品嘛，哎，就是这种人，所以总是别人蛮有名的，那么几的牌子的，别人 brand 系列为啥的喂，那么系列为啥的喂，为的嘞，来，说明说，请你第五题。对吃很讲究的人不一定多看。啊。对吃很讲究的人，啥啥那不得比较讲究的旅游不一定得找我个啊，多盘不一定多盘。阿公老万年旅游的跑步吧，所以因为他吃东西很讲究，所以他身体比较会长看的意思。来，学生自己的想一想哈，可是等一下一直在研究啊哈。来，想一下2分钟。好，下一位，也拿文手。哦，我对，他，他对
是很严很正宗，中式是最新鲜的素食。素食是我新哦，鲜的食物，食物冷食。你素食是不是没有讲究？我素食是面纱纱的，来开始这道第二题。我对床不讲究，所以一早开始去上班的时候，从柜子里面看到那衣服都穿一穿去上班。我会知第三题。文里没有第三题。他对家里有点东西很讲究，就他的家务都是有名牌的。好，第四题，我来。日本人对啤酒很研究，很所讲以他究，很们讲究。很讲究，所以他们不会喝很多。日本人对啤酒很讲究，所以他不是多不多的问题，就是啤酒，就是说，就是说品质。质量过来地方高呢，啤酒哈，质量不好的啤酒他们都不会喝哦。质量不好的啤酒过来地方高呢，啤酒他们不会喝哦。来，邓先生，你第四题怎么回答？邓先生，speak up，第四题。邓先生，没有。苏经理啊，第四题怎么回答？日本人对啤酒很讲究，所以他们不会喝我不有没有名，没有名的，不有名没的。不有名的，能不能记着？哦，不有不名。有名啤酒。孙文总，你第四题怎么回答？日本人对啤酒很讲究，彩色香味，味道多，完美才喜欢喝。好，可以。来第五题，请邓先生。邓先生，麦克风有问题，来。Nancy，第五题。他对手机的功能非常讲究，所以他只买是苹果手机，可以，苹果。好，可以。所以这是对什么东西讲究？我们今天听力 exercise 来练习一下。第三课的，我们现在是第四。大家老师好，我们要一起答对哦，免批代讲吗？所以要认真的听。第四课，我爱台湾的人情味。1. Listening and response. A.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for the questions below. 一，元宵很好吃，可惜我不能多吃。我从来没吃过。不过，听我的美国朋友说过，他们都不太喜欢。这位小姐的意思是什么？A. 她不知道元宵是什么。B. 她很想尝尝元宵。C.
他不知道元宵的味道怎么样。二，那个风景区无聊死了。我哥骗人吗？他一直跟我说那个地方非去不可。这位小姐的哥哥觉得那个风景区怎么样？ A 一定要去， B 无聊死了， C 不可以去。三，那家店很值得去，食物又好吃又便宜。是啊，不但卖道地的美食，老板还会跟你谈历史呢，非常有意思。他们说那家店怎么样？ A 食物好吃，老板也很好。 B 食物便宜，但是不道地。 C 每样食物都很有历史。四，你的朋友真有耐心，跟我解释得这么清楚。他不是有耐心，而是怕麻烦，因为没说清楚的话，你还会再来找他。这位小姐的意思是，她的朋友怎么样？ A 喜欢帮助别人， B 讨厌别人麻烦他， C 非常有耐心。五，这条巷子有很多古老的房子，我真羡慕住在这里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对这里的人来说，保护这些房子并不容易，而且常有观光客来，也让这里变得有点吵。他们的意思是什么？ A 不管是谁都想住在那里。 B 没有人想保护那些古老的房子。C 那里的人不太喜欢观光客来。好，再给你们看一次哈。第四课，我爱台湾的人情味。1. Listening and response. A. Listen to the dialogu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s for the questions below. 1. 元宵很好吃，可惜我不能多吃。我从来没吃过，不过听我的美国朋友说过，他们都不太喜欢。这位小姐的意思是什么？ A.他不知道元宵是什么。 B 他很想尝尝元宵。 C 他不知道元宵的味道怎么样。二，那个风景区无聊死了。我哥骗人吗？他一直跟我说那个地方非去不可。这位小姐的哥哥觉得那个风景区怎么样？ A 一定要去， B 无聊死了， C 不可以去。三，那家店很值得去，食物又好吃又便宜。是啊，不但卖道地的美食，老板还会跟你谈历史呢，非常有意思。他们说那家店怎么样？ A 食物好吃，老板也很好。 B 食物便宜，但是不道地。 C 每样食物都很有历史。四，你的朋友真有耐心，跟我解释得这么清楚。他不是有耐心，而是怕麻烦，因为没说清楚的话，你还会再来找他。这位小姐的意思是，她的朋友怎么样？
A. 喜欢帮助别人。B. 讨厌别人麻烦他。C. 非常有耐心。五，这条巷子有很多古老的房子，我真羡慕住在这里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对这里的人来说，保护这些房子并不容易，而且常有观光客来，也让这里变得有点吵。他们的意思是什么？ A. 不管是谁都想住在那里。 B.没有人想保护那些古老的房子。C. 那里的人不太喜欢观光客来。好，我们来答对一下。Emily 啊，第一题。是我答是 C。C. 好，啊，等一下。跑去哪里了？哎，糟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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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来，什么 C 哈？好，下一位，一的第一题，我的答案也是 C， 你也是 C， 好，他们念第一题，也是 C， 啊，说明说你呢？也是 C， 啊 C， 那只是他们说 C 哈，那等一下大家的问题再问哈，我们现在先想答对，来第二题，看出来 A， 啊 A， 好 Helen 第二题 C，A，A A， 第二题了应该不用讲那么多，因为不可不然嘛碰到了，非不可取，所以老师或者你们刚刚讲过的语法，所以这个是讲到底加到底下一定要取的意思哈，所以应该第二题可能大家没问题的。第三题，接下来 B 老师，B 好，看听难了，第二题，第三题 ，A 某某三位。第三题，第三题 ，C 啦 ，C 吗？哦，送外一组来，再看一组的 ，A 老师，A， 啊，好，下一位再问我们 ，Nancy， 第三题 ，A 老师。啊，那 D P 吧 ，A B C 都有东西，没错。来第四题，请星星。第四题 ，A 老师。第四题 A， 好，Nathan 第四题 ，A 老师。好 ，A Richard B 第四题 ，Thank you。三毛第四题。老师 B， 哦，我个瑞士 B， 三毛 B， 啊，苏经理第四题 ，B， 好，那个第四题嘛 ，A B 那互过了呢，好 ，OK， 来第五题，结束仪，第一老师 ，C，C 吗 ？C 哈。嗯啊，温丽敏 啊，那是 C 吧，怎么样？啊，今天那温所第五题 ，C 老师，C， 看谁先答呢 ？C 老师。那老师讲到，我们大家答对一下哈。第一题就是大家说 C， 那。C 后边呢有没有问题的学生有吗？如果有，老师要再解释；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不用解释的。好 ，OK， 第二题嘛，老师有问题，因为 A、B、C 动物骗你嘞。那第那个第三题有问题，因为 A、B 那酷骗你嘞，不呢？
都不是吧？一二三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是，哎，不是，一二三四，那么东西那么表。第三题就是说，第三题嘛，A、B 过一年，我说因为第三题有问题，第二题没有问题，sorry，第二题没有问题，三跟四有问题，第五题没有问题嘛？第五题是 C 的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第五题，好的，那老师三跟四我们要来再听一次哈，三跟四。三，那家店很值得去，食物又好吃又……那家店很值得去，多啦等你的食物又好吃啊，啥啥呀，啥高逼着，很值得去，多不太等呢，食物又好吃，食物啊，啥高逼着，不便宜。很便宜，谁来包嘞？是啊，不但卖道地的美食。不但就是说，咋么个？不是但是，不但咋么个？卖到底的美食，这大看啥草要用咱们噶？不是，除了这个，而且大是啥草要用咱们噶？老板还会跟你谈历史呢。老板还会跟你谈历史，所以他有四个优点，一个是他们的食物又好吃又便宜，也是当地的食物，也老板也会就是说谈历史，所以有优点，四个优点，非常有意思。非常有意思。他们说那家店怎么样？他们说那家店的怎么样？哎，上一步要说，那也就是说，A，食物好吃，老板也很好。啥高呢？老板阿来眼高呢？B，食物便宜，但是不道地。食物啊便宜嘞，咋不卖？对呀，滴答要那啥好铺，那我们四铺不弄。C，每样食物都很有历史。啥人啊？公啊，历史学那老师长大比表的长大嘞，他是说不但有到底表达啊，不是，但是了表，不但就是 grammar 方打嘛嘎，有道理，所以长大比表的长大就是错哈，不是咯？不但了，懂了？不但的意思，不但而扯打嘛嘎，所以答案是 E 的，食物好吃，老板也很好，可以哈。来，我们再答对是第四题。四，你的朋友真有耐心。你的朋友真有耐心，你怎个讲这个有耐心？哎呀，我讲了，耐心得看，我看哪得看哪几样呢？跟我解释的这么清楚。跟我解释的这么清楚，我有心病了，老师心里的心病了不嘞？他不是有耐心，他不是有耐心，读个哎呦，得看哪几样弄好谱嘞？而是怕麻烦。而是哎啦，比如简单麻烦，露手麻糟路嘞。我对个性就是不是耐心哦，还是怕那麻烦的。因为没说清楚的话，因为把这样来说，没说清楚的话，你给他信心里面表不所应呢？你还会再来找他。你还会再来找他？你对我哪位小麻的？这位小姐的意思是，她的朋友怎么样啊，你有的面那边噶都等眼睛啊，不如高瑞家带了，不如个性呢？？A，喜欢帮助别人。喜欢帮助别人啊，怎么样？姑娘啊，再一点路表他，不能去是这里堵嘛？哎，怎么样？姑娘啊，再一点路表他路了，没有哦。B，讨厌别人麻烦他。啊，怎么样？都拉比较讨厌蒙脸，没在乎哦，这是蒙脸路了吧？大家别路秒哈，没在乎。怎么样？都拉比较少哈，一次呢，路拉少了，都没在乎嘞。C，非常有耐心。非常有耐心，一样我得看阿姐，所以我们这里来看听就知道了，他个性不是一个耐心的人，还有就是不是喜欢帮助别人的人，就是讨厌别人喜欢他，麻烦他，怎么样都拉比老朽的走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还要选啊，张啥呢？西干车的啊，张那啥的，电电机的，我就讲清楚哦。如果你不喜欢上课了，我不会给你。退钱啊，不想别人按部了啊，一个星期不能请假几天啦、啊，什么类似的？为什么？我讨厌别人来麻烦我。
哦，那意思意思在哪边？路来上嘛，说路不是这个桃园，不是蒙南，我太记哈，不要桃园对来蒙南路把咱们变了喏，所以大家可以吧哈。所以考试的时候，第四题嘛，学生常常会错，因为桃园所以哈，讲到误会谁的哈，还有哈、哦、不但不然嘛，所以张大老师说第二题嘛，所以让张大觉得不但语法哦没有那么仔细的了解哈、哦，不但不然嘛，放阿内路看啥呀，然后第三题嘛说，来我们下一个再听一下。那如果B. Listen to the paragraph. Put an O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and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对错哦，说到北投，大家大概都会马上想到温泉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来这里不但可以泡温泉，还可以参观很多历史古迹。不过，对我来说，北投不是一个风景区，而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。每天下了捷运以后，走在窄窄的街道上，欣赏那些古老的房子、招牌，走路的速度就慢了下来，让我忘了这里是大城市的一部分。除了古迹，北投也有很多有名的小吃，这里有很多二三十年的老店。北投人对吃很讲究，所以食物不好吃，店是不可能开那么久的。不但这样，去这些老店吃饭的时候，还常看到老板跟客人聊天，很有人情味。有机会来北投的话，除了泡泡温泉，也别忘了来逛逛这些小巷子，更不能错过当地的美食。一，他是一个喜欢北投的观光客。来，再听一次哦。F. Put an O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and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说到北投，大家大概都会马上想到温泉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来这里不但可以泡温泉，还可以参观很多历史古迹。不过，对我来说，北投不是一个风景区，而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。每天下了捷运以后，走在窄窄的街道上，欣赏那些古老的房子、招牌，走路的速度就慢了下来，让我忘了这里是大城市的一部分。除了古迹，北投也有很多有名的小吃，这里有很多二三十年的老店。北投人对吃很讲究，所以食物不好吃，店是不可能开那么久的。不但这样，去这些老店吃饭的时候，还常看到老板跟客人聊天，很有人情味。有机会来北投的话，除了泡泡温泉，也别忘了来逛逛这些小巷子，更不能错过当地的美食。好，一，他 statement is true and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。说到北投，大家大概都会马上想到温泉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来这里不但可以泡温泉，还可以参观很多历史古迹。不过，对我来说，北投不是一个风景区，而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。每天下了捷运以后，走在窄窄的街道上，欣赏那些古老的房子、招牌，走路的速度就慢了下来。让我忘了这里是大城市的一部分。除了古迹，北投也有很多有名的小吃，这里有很多二三十年的老店。北投人对吃很讲究，所以食物不好吃，店是不可能开那么久的。不但这样，去这些老店吃饭的时候，还常看到老板跟客人聊天，很有人情味。有机会来北投的话，除了泡泡温泉，也别忘了来逛逛这些小巷子，更不能错过当地的美食。一，他是一个喜欢北投的观光客。二，他喜欢看北投的老房子。三，北投适合观光，不适合住在那里。四，
他认为北投当地人很重视吃。五，他认为北投这些老店的老板很热情。好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遍呢？等一下，我们答对。And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说到北投，大家大概都会马上想到温泉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来这里不但可以泡温泉，还可以参观很多历史古迹。不过，对我来说，北投不是一个风景区，而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。每天下了捷运以后，走在窄窄的街道上，欣赏那些古老的房子、招牌，走路的速度就慢了下来，让我忘了这里是大城市的一部分。除了古迹，北投也有很多有名的小吃，这里有很多二三十年的老店。北投人对吃很讲究，所以食物不好吃，店是不可能开那么久的。不但这样，去这些老店吃饭的时候，还常看到老板跟客人聊天，很有人情味。有机会来北投的话，除了泡泡温泉，也别忘了来逛逛这些小巷子，更不能错过当地的美食。一，他是一个喜欢北投的观光客。二，他喜欢看北投的老房子。三，北投适合观光，不适合住在那里。四，他认为北投当地人很重视吃。五，他认为北投这些老店的老板很热情。答对啊。来，怎么第一题？对，第一题对，好，怎么？揭开数的第一题，对的，老师，对的，好。餐厅男人第一题，对，对的，好，那第一题三个学生都对哈，我们再答对。第二题，我来，对，老师，一级，对，老师，艾伦。对了，你也没说对家了吗？我啦，哇，那个星星，对老师，没有人错。来第三题，宋云泽怎么了？第二题我错，你错啊，你错啊，等一下我们再答对哈。老师我也错。你也错啊，等一下再答对哈。好，那第二题有问题哈。OK， 来第三题，接下来。我就错。好，先上哪 A？ 对。对，好。那个曾先生，曾先生来没啊？对，来，苏经理，老师，对，对，老师，对，好，杰南，我说第三题，第三题对，老师，对，好，这里也有错跟对哈，那不撇的。来第四题，红位置，对，老师，对，
好，看这些蛋，第四题。False 老师，错，只有六票，嘿，错，好，啊，错。你错错了，来，问了没有？对老师，哦，对，说明说，对，让你来木来着，对呢，错呢，哈，来第五题，什么？对，老师。对，再看一组题呢对，老师。，Richard B，对，老师。啊，Nancy 呢？对，老师。那我们比较有问题是二三四，二三四，那一是对的学生们说，那一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的学生 speak。啊，老师，我有问题。你是怎么我样？觉得是，他是当地人，他对，是他是当地，当地人。我也觉得错，我我也觉得错。那是有问题。来，我们来再听哦。B. Listen to the paragraph. Put an O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and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说到北投，大家大概都会马上想到温泉。大家也都知道，来这里不但可以泡温泉，还可以参观很多历史古迹。不过，对我来说，啊，你女生表我爱去嘛不能，北投的朝阳面有比较大嘞。不过对我来说，北投不是一个风景区。北投一个不是风景区，就是风景区嘛，好不不，而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。而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，生活的好地方，就是说，如果啊不能，就是说你不太不高那你啊都哭不起得的哦，生活的好地方。每天下了捷运以后，每天下了捷运以后，你来捷运不完，你心路行影嘞。走在窄窄的街道上。走在窄窄的街道上，比如你蓝晶晶的马不能蓝短音嘞。欣赏那些古老的房子，欣赏古老的那些房子，所以都表达了每天坐捷运下，每天坐捷运下，观光客去多的路不可能每天去。捷运下吧，是不是？这是当地的人，所以他不是观光客，有没有问题？然后每天捷运下，其他不花声音，喏，他表达了，你俩其他不花声音，你俩晓得欣赏风景，观光客不可能每天去那里啊，那忘了，去多观光客就是去多的路，所以第一个是错的，大家可以吗？啊，第二题是大家都说对的，那有没有人问题？啊，有问题呢，说明说有问题，还有没有说明说以外其他人有问题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啊，他喜欢看那个北部的老房子，啊，读啊，就是说，因为他觉得读啊，哎，让你欣赏风景哦，看你，哎，好，你记下来在的，所以就是他，因为他是当地人嘛，所以就是他喜欢看的，所以第二题是对的，所以大家都说对的是对的。好，第三题有错跟对啊，因为他说，哦，我们再听一次哈。招牌，走路的速度就慢了下来，让我忘了这里是大城市的一部分。除了古迹，北投也有很多有名的小吃，这里有很多二三十年的风景区，大概都会马上想到。说到北投，大家大概都会马上想到温泉，大家也都知道，来这里不但可以泡温泉。还可以参观很多历史古迹，不过对我来说，北投不是一个风景区。那你呢？比如啊，北投一个不是风景区，哦，风景区就是说，就跟高那里啊，都很模糊。北投嘛，没有什么风景啊、哦。大家有些学生应该去过北投，就是没有什么风景，没去，就是只能是泡温泉，哦，泡温泉，还有欣赏古老，就是这样。
而是一个生是比如不呢活的好地方。生活的好地方，生活的好地方就是说龙林木布啊，就讲了年过片的不，因为他就是说因为风就是说风很新鲜呢、啊、有古老的。每天下了捷运以后，走在窄窄的街道上，欣赏那些古老的房子。啊，欣赏那些古老的房子。招牌，走路的速度就慢了下来。走路的速度都慢了下来。哦，燃烧的视频能力的 PP 力多少人？让我忘了这里是大城市的一部分。啊，就是要忘了，都让美多了吧？比如说，大城市的一部分，你没有必要也没有力的没有让美外的。除了古迹，北投也有很多有名的小吃。啊，古迹这边嘛，不能北投嘛，就是有名的小吃，第三层那些。所以它第三题就是说，北投就是说适合观光，可以到屋盖的，不适合住在那里。阿妈你不，我盖你不。那其实哈，这个实际上来说，这个乐队呢表演。北投比较不太适合住，可是刚刚女生说的都标的哎呀，所以你知道这个是错的，因为北投适合观光，北投其实没有什么风景，所以就是比较不太适合观光路标了。可是生活方面，它比较那边生活的比较好过，因为和修给你欣赏路亚的，古老的欣赏路亚的，还有吃东西也是蛮多的。所以你女生第三排一下呗，我们按照这个第高嘛的女生表达的一下表演，就是说这个是，他个表达叫你不对的路表达是对，第妈个不适合路表达，这个第三题是错的。可是实际下这个乐队的表演，妈的，他这边应该是考试的部分嘛哈，这个乐队的表演因为北图就是我们迷长戏的呀。哦，比如说因为业务山系，业务山系算就是迷长系人呀，所以其实不适合住宅。可是刚刚女生是她是欣赏风景，哎，老她比较喜欢看古老的房子，所以她觉得是适合不？所以第三题是错的。还有第四题也是有问题哈，学生两个答案呢，错跟对。这里有很多二三十年的老店啊，所以你妈问我二十三十年的那是念的是特。哦，老店里面一些北投人对吃很讲究。北投人，北投路亚路里亚对吃很讲究。啥道理不嘛？因故三四地很重视撇的路标他，所以第四题他认为北投当地人很重视吃，对还是错？对的。可是刚刚学生有错的哭吧啦嘞。哦，所以北投人他没有说重视，他说很讲究。很讲究的意思是什么？很重视啊，啊，很讲究的意思，他就是很重视的意思，所以第四题应该要是对的，不是错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今天这个今天早点下课了，大家啊，老师先写一下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拼音旁边你要写汉字，美工故事养楼，写好了我们可以下课了，还有五题哦，第五题题呢，一二三四五。学好了，等一下要拍照片哦，拍照，我拍照好了就可以下课。一到五，刘姐，没问过吗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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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拼一拼，那么汉字写汉字就可以了。好的。
物体疾病拍照交作业，然后可以下课了。大家晚安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帮我写一下哈。老麦要不要考试？一到四 ，Lesson 40 Lesson 1 Lesson 2 Lesson 3 Lesson 4要考试哦。离干比我爱上墨什么？哎，你们帮我写一下，谢谢。老麦不，注音也要注意一下，注音也要考哦。一到四 ，Lesson 1 to 4考试第二步。老麦不 something。再见，姐，拜拜。晚安。老师，别忘了老师。嗯。怎么了？没空，咱不能没有人。哎，没空了，就是说，考试的本子，这个丢些粉麻皮啊的本子没有，还有老师课本一次塞给他们，一次塞的课本少编不给他们，课本呢哈，大部分老师练习一下，的课本不给他们，这是老师一到四。拼音、注音、注音、拼音、声调，还有写汉字，还有 listening by 呢。Listening 啊，速度宝离开 Listening。是我好了。没咬八掉啊，现在哪会说？你咬么？你是不是该被人家嫌面对的？没 Listening 说，你啥么嘛？你咬表也没讲，啥么嘛？你 Listening 屁啊嘛？你个没底耶？哎？然后是不是该被人家看白？你牛嘛？当然。老师，我学好了。啊，再见。